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呢就是御龙居一个三房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望一望啊。御龙居隔离呢就已经是我们的香港都会大学，如果在隔离这一间大学翻学呢就非常之方便了。屋苑呢是分开两座的，除了是有它自制的基本会所设施之外，还有这个室外的游泳池。今次介绍这个单位呢是二座来的，实用面积792尺。单位呢是采用这个钻石厅的设计，可以引入更多的自然光。现在我们就是在看饭客厅的位置。现在我们就是从客厅的窗那里望到出去，见到呢就是翠绿的树景，远至窝山的远流景都可以望到。而客厅那边呢都有个气窗的，如果两边的窗开晒就非常之斜风了。客厅方面都可以摆到张六人的餐台。单位呢就是属于原装间隔，三房一套。现在我们就是望紧主人房。主人房面积相当阔落，而且它是有两边窗，采光度极高。而景观呢就是望回我们御龙居公主道的出入口。已经是预留了一个大粒位，可以给你摆放大型衣柜。主人浴室整齐企理，有窗改了做企缸。第一间客房呢有少少转角位，摆家私的时候就要花少少心机了。而两间客房的窗呢都是望返我们的翠绿远树景。而客厕是重新装修过，储物空间相当充足，有窗改了做旗杆。而厨房方面，由于业主取消了个储物室，所以望落去这个厨房呢就非常之见使好用，做了很多的厨柜，而且是摆放了基本的煮食炉具，还有这个焗炉添。今次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